这次试飞的目的是看一下这个直升机的正风四级情况下的侧飞和倒飞，还有悬停的一些变化。我是陈本周，今年44岁，我以前是做模具的，现在是一名飞行员。我还是一位民间自费自己制造直升机的工程师。这次试飞正常，正风四级情况下侧飞啊、倒飞啊，基本上在范围之内。刚开始到常州呢，是在一个厂里上班，偶然一次机会呢，就是看到了一本书叫《航空知识》，也挺有技术含量的，后来就买了一本回来，然后呢就开始喜欢这个模型飞机这个东西，一直坚持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个模具厂，那么会有一点收入。于是那时候呢，对这个飞机的制造的思想啊，就更加的强烈。从2004年开始，就准备想造直升机。可以说，中国那时候你很少能买得到一本是专业性的飞机的书，就花了很多心思去找这些，就是积累这些知识吧。那时候呢，基本上对我的质疑是很大的，一般人说我是神经有毛病，有的人们说你要是造出来我投河自杀，有的人说我脱光衣服路上跑。所以那时候呢，就是真正的热爱。从我造了直升机开始呢，那我是很明白的，依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所以从2004年开始呢，我就在注意培养我身边的徒弟们，让他们去准备进入这一块。这里间隙怎么样？间隙可以，可以是吧？转一转，转一转。他们有数控的，有模具的，有造型的，有加工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造第一架这个飞机应该是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这架飞机应该说在试飞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因在工厂内部大概就测试了接近一个月。第一次把飞机飞上天，我是胸口啊痛了3天，非常的紧张。你想把它飞起来，但是你没有能力控制起来，左手4个动作，右手4个动作，脚2个动作，10个动作，眼睛还看着你。在地上滑行了2个小时才飞起来，就包括我老婆，她也不相信我们能造飞机。但是当我们造出飞机以后，她开始担心，因为要飞了，天天飞了。每一次飞行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飞行。其实我老婆她在我飞的时候，她都不敢跟我说话，她怕她说的有一句话会影响到我。那反对的总是一句话，少飞吧，少飞吧，少飞一点。可是飞机它就要飞。后来我们就被拉到湖边的空地上去，我们飞机出问题一定在湖面上，在湖里没有人嘛。我记得有一次在湖边试飞，因为是由于我的那当时的驾驶经验不足，一下子飞机失控了，掉在了地上。但是呢运气还好，飞机坏了，但人一点没事。哎，这里怎么渗油了？可能那个密封圈有点问题。哦，那要换一下，这个还是有隐患。因为造飞机需要很多钱。本来我是有一本账的，我记了几天以后，我就不敢再记下去了。你每次记，你会看笔数字的时候，你会原谅。哎，还是不要紧，眼睛闭吧。以我的理论上，到目前飞机上钱到现在花了3300万。所以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又做了第二个产业，就是做鞋底，为了再多赚一点钱。能够支撑这个制造飞机。我有2个小孩，我一心就是扑在这个研究直升机上面，对他们的学习啊，他们的成长关注的太少，所以说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愧疚。平时工作也忙，难得来接他。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今天穿什么衣服了。好了，好了，
好。怎么样呢？考得怎么样呢？就不太好呀。一点不能掉以轻心。不是。这个读书就是这样。今天去西太湖看爸爸开直升机，那边的麦子长得特别的好，看着像大草坪呢。有人说我是梦想家，但我觉得我这不是梦想，我觉得这是一种毅力，这是一种执着，这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对技术的追求。我没把它当作是个梦，我是把它当作一个能够实现的一种技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世界一流的运动型飞机的工厂，让我们这种飞机飞进千家万户，飞向全世界。